财经角度看世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我是姚雪松。24小时全球热点资讯，我们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演说，称美国必须接受阻挡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稳步提升，特朗普经济政策引担忧。 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末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见指出，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经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意见确定了深圳的战略定位及高质量发展高地。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法治城市示范，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意见提出的深圳发展目标是。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意见要求，深圳要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18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分别用马来语、中文及英文发表了演说。在中文演说当中，李显龙谈到中美经贸摩擦，他再次表示，美国必须容纳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强大中国，阻挡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 李显龙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腾飞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产生了新的世界格局。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必须容纳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也必须接受阻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美国。” 必须与中国寻求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关系。中美之间有竞争是必然的，但同时双方也必须加强互信，并且通过适当的机制处理无可避免的摩擦。8月9号是新加坡国庆日。 每年国庆日前后，新加坡总理都会发表群众大会演说，对新加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形势对新加坡的影响及应对进行说明。随着对特朗普经济的担忧不断增长，美国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度在稳步提升。特朗普本人也在近日会见苹果 CEO 库克，听取了更多关于贸易政策的建议。 并安排人马在周末密集地接受采访，以安抚市场情绪。更多相关的情况以及美国市场本周关注的重点，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与分析。来自 NBC 和《华尔街日报》的最新联合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经济的方式，支持者仍然是轻微占据上风，为49%对46%。但是呢，支持度较此前相比在不断的下滑。那与此同时呢，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度则是在稳步的上升，为64%对27%。我们知道，在最近几周啊，正是因为对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的投资情绪是非常的谨慎。那为了安抚市场呢，特朗普本人在上周三股市暴跌时是亲自紧急致电了华尔街三大银行，那随后又在周末是派出了2员大将，那就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和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一天内，他们俩是连上了4个访谈节目，希望能够淡化美国民众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同样是在周末，特朗普表示，他还和苹果的 CEO 库克举行了会面。从他向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库克似乎是说服了他，加征关税将使得苹果在与3星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那这些信号令市场认为啊，特朗普有可能在贸易政策方面做出更利于美国企业的变化。那美银美林的分析师告诉 CNBC， 当前美国股市筑底呢还没有完全完成，整个市场仍在调整中。只有标普500指数再跌5%，同时市场恐慌情绪变得更加极端，才有可能完成筑底。对于美国股市的后市发展呢，本周呢将会有一个被视作是成败关键的信号，那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分析指出啊，如果鲍威尔无法在这一次的会议上给出相对激进的宽松言论，那么对于美国股市将会形成直接的打击，而这将会给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兴趣购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一事。18号呢，特朗普向记者证实，他最近确实与他的顾问讨论了购买格陵兰岛的可能性。特朗普证实了他有兴趣购买格陵兰岛一事，他同时也表示，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优先事项。That'd be strategically, it's interesting, and we'd be interested, but we'll talk to them a little bit. It's not #1 on the burner, I can tell you that. 格陵兰岛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是全球最大岛屿，为丹麦自治领地，拥有自治权，而外交、防务等事务则由丹麦政府掌管。《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特朗普表达了对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抱有兴趣，并询问他的顾问美国是否有可能收购该地区。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拿一块美国领土与格陵兰岛做交易时，特朗普回答说：“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本质上这是一笔大的房地产交易。”特朗普还补充道，格陵兰岛对丹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丹麦每年因格陵兰岛产生的损失近7亿美元。格陵兰岛方面曾于16号作出回应。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外交部长告诉路透社说，格陵兰岛欢迎人们来到这里从事经贸活动，但格陵兰岛不会出售。而18号当天，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也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且出售给美国的想法是荒谬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被直布罗陀扣押的装载有伊朗原油的格蕾斯1号油轮，在重新命名并悬挂伊朗国旗之后，于18号晚上驶离直布罗陀海域。在完成燃油补给等必要准备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到位后，格蕾斯1号油轮最终启程离开直布罗陀海域。最新公布的视频显示，格蕾斯1号已悬挂伊朗国旗，并且改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1号。按照计划，该艘油轮将前往地中海。格蕾斯1号此前在被直布罗陀方面扣押时，悬挂着巴拿马旗帜，但巴拿马海事部门随后以格蕾斯1号涉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将其除名。伊朗媒体报道称，应船主要求，将油轮改名并悬挂伊朗国旗。对于美方继续扣押油轮的要求，直布罗陀方面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在欧盟范围内并不适用。直布罗陀是依据欧盟相关法律采取行动，因而无权继续对油轮实施扣押。美国近期一再试图阻挠直布罗陀释放被扣油轮，但直布罗陀方面并未理会。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克利18号表示，他在当天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将废止英国于1972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法案》进程，收回对本国法律的控制权。针对斯蒂芬·巴克利18号公布的消息，有分析认为，这一法律文件的签署只是程序性操作。 但斯蒂芬·巴克利本人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这是向英国民众释放的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脱欧没有回头路了。当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一法律文件的签署意味着英国将在10月31号脱欧日收回对本国法律的控制权。1972年，英国议会制定了《欧洲共同体法案》。 这一法案确立了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法律在英国的直接或间接适用，当两者法律冲突时，欧盟法优先等原则。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极右翼团体以及反极右翼团体的极右翼势力的团体举行了游行集会活动，现场呢爆发了冲突。目前呢，警方已经逮捕了13名抗议者，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冲突造成至少6人受轻伤。据报道，游行集会从当地时间17号早晨8点30分左右开始。参加集会的人员包括了一些极右翼人员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些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左翼示威者参加。根据警方发布的信息，在游行集会高峰期，约有1200人聚集在市中心。 据波特兰警方介绍，有13人因面临各项指控被拘留，包括扰乱治安、妨碍警察、拒捕、非法使用武器以及在公园藏匿武器等。此外，警方查获了刀具、金属棍、木棍、化学喷雾和电击枪等武器。波特兰市市长惠勒对警方的执法行动表示赞赏，并指出警方的行动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升级。此前，惠勒就已经发出警告，他表示官方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暴力行为。 为防止17号的游行集会演变成暴力冲突，波特兰警方出动了1000多名警力，已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在游行开始前逮捕极端主义者、关闭街道、设置路障等。 近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处贫民区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15000户房屋被烧毁，数万居民无家可归。 据美联社报道，17号，孟加拉国一位高级消防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至少4人在火灾中受伤，暂无人员死亡的报道。火灾发生后，由于许多住宅都使用塑料屋顶，火势蔓延速度很快。接到报警后，125名消防人员紧急赶往现场，用了6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火灾过后，达卡这处贫民区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很多人重新返回被烧毁的家园，寻找可用物品。 আমরা শুধু ওদিকে আগুন দেখছি দেখি এরা খালি পোলাপানটা ডাক পাচ্ছি তোরা বাইরে আগুন লাগছে বাইরে তো দেখি আগুন ধরে গেছে কিচ্ছু বাইরে করা সবই পড়ছে তো এখন এই 3টা বাচ্চার আগামী মাসে তাদের পরীক্ষা এখন তাদের বই খাতা কাপড় চোপড় স্কুল ড্রেস বলতে কোনো কিছুই নেই এখন আমার মতো 10টা করে প্রত্যেকের বাচ্চা তো একই অবস্থা এখন তারা কি করবে কোথায় যাবে 当地政府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了临时避难场所。发生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目前，孟加拉国已经向受火灾影响的当地居民提供500吨救灾大米和130万塔卡（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资金。 当地时间17号晚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的一座礼堂遭到自杀式炸弹的袭击。当时礼堂内正在举行一场婚礼。阿富汗内务部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63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18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袭击发生时，礼堂正在举行婚礼，现场有很多客人。通过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人群聚集在婚礼大厅外，不时还能听到民众的尖叫声和哭声。伤亡者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婚礼的新郎和新娘都幸免于难。 我现在就是在喀布尔昨天婚礼爆炸袭击的现场。那么刚刚呢，是警方开放了现场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是才能够进到这里来。进到这里之后，虽然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但是还是依稀能够闻到空气当中的血腥的味道。另外，现场有很多的苍蝇在飞舞。首先，我们看一下我脚边的这个弹坑。 这个弹坑的位置是位于整个这个宴会大厅南生办区的正中央。那昨天自杀式袭击者就是站在这里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我们看一下这个宴会大厅有多大，它这个弹坑的位置呢是位于整个宴会的正中央，那么它距离它旁边的墙壁，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也只有5-6米的距离。那么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昨天在这里有超过1000人参加这场婚礼，而在男生办区呢也有500-600人。那我可以看到呢，这场爆炸的威力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墙壁。 布满了爆炸碎片所带来的弹坑。那么最深的地方，我刚才用手伸进去试了一下，可以看到有2个指关节这么深。那么地方小，人群密集，爆炸威力大，造成了这一场爆炸成为了喀布尔今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爆炸。爆炸发生后，极端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对此袭击作出严厉谴责，称之为一场可憎的、不人道的反人类犯罪。当地时间17号，雅典医学会发布声明表示，由于西尼罗病毒在希腊传播的形势非常严峻，建议民众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统计数据显示，希腊自今年6月以来记录的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共有49例。截止到8月14号，因感染西尼罗病毒死亡的人数已上升至6人。雅典医学会建议民众直接在皮肤或者衣服上喷洒驱蚊剂，并且在睡觉时使用蚊帐、风扇、空调或者驱蚊灯等。在户外活动时，尽量穿着长袖长裤，避免前往户外草木茂密的地点。 当前正值希腊旅游旺季，赴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较多。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赴希腊中国游客注意个人卫生，做好防蚊措施。被蚊子叮咬后出现发烧、头痛、疲倦、全身酸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西尼罗病毒是一种脑炎病毒，鸟类是主要传染源。目前已经从很多种蚊子中检测到了该病毒。 大部分感染者症状轻微，严重者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脑炎、脑膜炎等疾病，甚至死亡。近段时间，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的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铁路交通运行受到影响，一些城市低洼区域发生内涝，群众被困。受强降雨影响，从17号到19号，黑龙江佳木斯与鹤岗间、齐齐哈尔至虎林的60趟列车停运、区段运行或迂回运行，旅客已购买的停运列车及返程列车车票均可享受全额退票服务。持续的强降雨还引发了洪涝灾害，在黑龙江宝清县，洪水冲毁了19处道桥。 通过航拍视频，我们看到，仅在宝清县的尖山子乡，这里近1/3的农田被洪水淹没，一些民房和果蔬大棚也浸泡在洪水中。据当地农业部门初步统计，这次洪水共造成黑龙江省宝清县77万亩农田受灾，其中绝产面积超过37万亩，直接经济损失更是超过5亿元人民币。 18号，黑龙江省宝清县迎来多云和阵雨天气，境内主要河流挠力河的水位也在持续下降。18号凌晨，沈吉铁路吉林西站至马象屯站区间，因铁路桥下河道水位上涨，采取封锁措施。大连至吉林的快7375次列车的276名旅客滞留在口前站。 铁路部门联系当地公交公司，通过公路将滞留旅客转运至列车目的地吉林市。此外，水害还造成快215次、快7426次等多趟旅客列车晚点。截止到18号中午，水害区段疏浚完毕，封锁区段恢复正常通车。 在辽宁，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由于停在路边的车辆压住了排水井，排水无法顺利进行。这里是沈北新区鸭绿江街，现在呢，我站这个位置呢是道路中间，但并不是水位最深的地方。这条路上的水不仅深，而且流速非常的急，我站在这个水中已经完全站不住了，而且这个靴子里全是倒灌的水，就是让那个水过不去，最深木膝盖吧。 咱们水深到啥情况了？现在咱们没过去，人说大货过不去，他说接车不让车过去。每年的农历7月18前后呢，钱塘江都会迎来一波旺汛大潮，俗称“鬼王潮”。昨天呢，在浙江海宁，无人机拍摄到了丁桥、盐关这2个点位的大潮奇观。中午1:05，在海宁丁桥新仓堤岸边，南边和东边各出现了一条白线。伴随着江潮奔涌的隆隆声，东潮和南潮滚滚而来，越来越近。10多分钟后，两股潮水在江中交汇，形成一个大大的十字，这也就是著名的交叉潮。由于水量丰沛，潮头凶猛，形成的交叉潮非常完美。 潮水向江堤袭来，惊涛拍岸的场景蔚为壮观。13点54分左右，潮水向西奔涌，到达盐官观潮圣地公园，在战鳌塔下形成了一条直线，仿佛一条白链横卧于钱塘江。著名的一线潮尽收游客眼底。记者了解到，根据海宁盐官水文站监测数据，昨天的潮高有2.1米，大幅高于去年。投资消费互为机会，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电商激活夜经济，深夜消费不打烊，大数据撬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上海消保委质量抽检部分婴幼儿凉席甲醛和 pH 值超标。今年8月份，各大电商平台都火热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节活动而现如今呢，电商深入到消费者生活的各个时段、各种场景。那么，当电商和夜经济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里是北京的簋街，也是北京人的深夜食堂。尤其是在夏天啊，消费者总能在这条街上找到自己喜欢的夜宵。从下午的5、6点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这条街上几乎所有的餐厅都不打烊。这一盏盏亮着的灯背后，是一个个被激发商业价值的商户和这座城市的活力。 你知道当夜宵和电商碰撞会有怎么样的火花吗？就比如说这家店哈，他们有30%的这个客户预定是来自于网上的电商，并且呢，他们通过电商大数据判断出自己有60%的客户都是女性用户，所以呢，能为他们特制甜品和饮品。但是如果你在家就想享受这样的美食，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外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晚上10点半是骑手姚永杰一天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晚上的21点到次日凌晨5点，他和同事们都忙碌地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6月以来，随着夜宵、外卖等需求的大增，外卖骑手队伍日益壮大。许多3、4线城市夜间活跃骑手人数同比增长超过了60%。20:30的电影马上开始检票了，麻烦您到这边开始检票。 其实除了吃喝之外呀，文化活动现在也是很多人在晚上的这个心头好哈。根据有关的数据显示，晚上的7点到9点是更多人喜欢观影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并且呢，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在手机上、在电商上购买电影票之后呢，现场取票非常的方便。街头奔忙的外卖小哥，灯光下的淘宝主播，不打烊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深夜值守。 夜经济正成为提升城市消费活力的新引擎。近2年呢，市场上流行起了一种新型的凉席，它是用棉麻或是合成纤维制成的。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了一项比较试验，发现部分针对婴幼儿的织物凉席存在着甲醛含量和 pH 值超标的问题。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70批次样品中，12批次分别存在纤维含量与明示不符、pH 值或甲醛含量超标等问题。而涉及甲醛和 pH 值指标超标的产品，很多都是所谓的婴幼儿产品。这次我们发现，很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婴幼儿用品上。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测出来有一个婴幼儿用品的一个甲醛，它的指标是远高于我们标准的一个要求。 检测工程师向记者展示，这款标称为贝童牌的婴幼儿织物凉席就被检出了甲醛超标。经过我们的计算之后，甲醛的含量是25毫克每千克，国标要求婴幼儿甲醛含量不能大于20毫克每千克。对于婴幼儿产品来说，这个数值超的算是有点多了。而对于 pH 值，国家强制标准也要求婴幼儿凉席的 pH 值标准。 应该在4.0到7.5之间，而这款标称为贝珠儿品牌的织物凉席，在网页上宣称是夏季新生儿宝宝婴儿床席子，但经过检测 ，pH 值含量达到了 9.0， 远超标准限定范围。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比较试验中 ，pH 值超标的共有4批次织物凉席，其中有3批次都标称为婴幼儿凉席产品。包括了标称为南昌良良实业有限公司的良良牌婴幼儿凉席、江西七彩博士实业有限公司的七彩博士牌凉席、南通本默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贝珠儿牌凉席。 然而，除了部分指数超标影响用户的身体健康之外，检查人员还发现一些织物凉席的材质存在着虚标和错标成分的情况。上海市消保委的工作人员采样时发现，这款标称为“喜亲宝牌”的亚麻婴儿凉席，标签上标称的主料是100%亚麻，售价不到80块钱。但经过检测，这款产品并没有一丝亚麻的成分。 实际成分只有聚酯纤维、腈纶、棉以及其他纤维。对全亚麻的形态呢，就是如右边这种图，它是有一种竹节的这种的形态；左边呢，其实没有任何麻的形态。最终试验结果显示，共有8款凉席纤维成分及含量实测值与标称不符，包括了标称为天津英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喜亲宝牌亚麻凉席。 泰安源存商贸有限公司的席韵家纺牌亚麻凉席等产品。另外，记者在上海市消保委购买的样品中发现，部分样品的网页宣传和标签中都有“冰丝席”的字样，有的材质甚至被标注成了冰丝。记者在市场调查时也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把织物凉席叫做“冰丝凉席”，宣称冰丝材质是天然植物提取的成分。 啊，这不是竹子的，这是冰丝的。冰丝的啊，这种冰丝质量很好的。什么叫冰丝啊？冰丝就是也是全天然植物的，就跟床单一样的，不像竹子那样冰凉冰凉的感觉，就是这样，温凉的。它是什么材料？植物提炼的。这什么植物？草。而事实上，所谓的冰丝大都是人工合成的聚酯纤维。检测工程师告诉记者。 在国家标准里是没有“冰丝”这个名称的。市场上很多的产品，它都会冠以这个“冰丝”的这个概念。“冰丝”这个名称，从我们目前国家标准或相关的一些规范来说，是不存在这个名称的。由于缺乏耕地和气候不好，阿联酋80%的粮食都是要靠进口的。据了解，阿联酋的进口农产品的市场规模高达65亿美元。 这也让当地的初创企业看到了商机，在阿布扎比的市中心建成了中东首个高科技温室大棚。具体来看 ，CNBC 的报道。这里就是阿联酋纯真收获智能农场。虽然室外温度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但温室中通过传感器和相关软件调节阳光、温度和湿度，没有土壤，不需要杀虫剂，为农产品提供了独特的生长环境。 温室中每平米产量是传统农场的10至14倍，用水量反而更少。You can grow just about anything: tomatoes, capsicum, cucumber, strawberry, aubergine, lettuce, microgreens, herbs, just about anything. The more sunlight, the more sugars in the tomato, so that makes the tomatoes here extremely tasty. These high-quality, sustainably produced tomatoes are the first of their kin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y can be produced all year round. And that's opening up a big market opportunity. So, Majid, how do you get it from the vine into the consumer's hands? So essentially, we harvest actually every single day almost, and it goes into a pack house, and then we put it into a package. 在中东，温室农业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多元化，最终帮助当地以更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量。 目前，纯真收获智能农场正在寻求超过2000万美元的融资，并希望将他们的种植理念推广到其他国家。今天，我们的探秘全球动物保护区记者会带您前往美国纽约。纽约因为摩天大楼而闻名遐迩，但是在这个繁华大都市的周边，却藏匿着一片野生动物们的乐园。 在距离纽约曼哈顿2小时车程之外，有一片神奇的区域，由盐碱地、旱田和淡水湖组成。多样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各种陆生和海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就是牙买加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优美的保护区是世界闻名的观鸟圣地，在候鸟迁徙的时节，这里的候鸟将会达到332种。 是接近美国东北地区的所有鸟类的一半。并且随着季节的改变，我们可以观赏到不同的鸟类景观。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New York City doesn't have a lot of green space for these migrating birds. 牙买加湾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于1972年，占地9100亩，主体为2个坐落东西的人造盐水池塘。 其中西塘视野开阔，不仅能看到鸟类在池塘里嬉戏玩耍，也能观望到远处的曼哈顿。面积更大的东塘，人们可以在观鸟屋内观察鸟类的生活状态。牙买加湾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为数不多的免费园区，每年大约有15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享受置身于原始生态的绝妙体验。You get a lot of nice pictures. It's a beautiful park. 纷至沓来的游客也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商机。逛完了动物保护区，不少游客会前往附近的洛克威海滩，在当地餐馆大快朵颐。这里提供的龙虾和三文鱼等新鲜美味，一份套餐在$30左右，约合人民币200元。仅从2013年到2016年，旅游业的兴起为当地增加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其中餐饮行业增长了59%。 18号，冰岛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追悼会，纪念因全球气候变暖而消失的第1座冰川。这座冰川的名字叫做奥克冰川。18号，人们聚集在冰岛第1座死亡冰川奥克冰川原址，出席这场特殊的冰川追悼会。很多人举着全球气候危机和立即进入紧急状态等标语，共同揭幕一块铜制纪念碑。纪念碑刻有一封致未来的信。 上面写道：“今后200年，所有冰川可能都将步它的后尘。”设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承认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只有你们知道我们是否做到了。纪念碑还刻有415ppm 2氧化碳字样，代表今年5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莫纳罗亚气象台的传感器检测到大气中2氧化碳含量创下新高。 415ppm 意味着大气中的2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415ppm， 即2氧化碳质量超过整个大气质量的1/10000000000000，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近100年内，2氧化碳浓度节节攀升，带来各种危害：干旱、高温、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等。 奥克冰川在冰岛语中译为 OK 冰川，位于冰岛西部火山附近。受气候变暖影响，奥克冰川冰雪覆盖面积逐年萎缩，自身重量无法促使冰川移动。2014年，由冰岛气象局取消冰川地位。冰岛气象局冰川研究人员说，只有冰雪重量足够导致自身移动的大面积冰雪，才有资格获称冰川。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的卫星图像，奥克冰川在1986年以纯白色的大面积冰雪的形式出现，但在今年8月1号拍摄到的图像中显示，冰川只剩下少量的白色冰。They are decreasing very fast, retreating and decreasing in mass very fast, an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or the last 20 years, extremely fast. Deterioration of glaciers, and many of them have left already. Probably close to 100 glaciers have disappeared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美国赖斯大学研究数据显示，冰岛每年有110亿吨冰融化，预期2200年以前，冰岛全部400多座冰川将消失殆尽。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今年4月发布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继续，近半数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冰川将在2100年以前消失。近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荷花进入到观赏期，上百亩的荷花再现了7天连夜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象。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到现场感受。